我是白痴，白痴是我。我是痴痴，带大家看看 MV 那天的拍摄过程。嘿耶！今天就是阿田他的独角戏。我是今天的主角，你知道吗？嘿耶！妈，干几杯？拿完阿田要洗手。非常爱慕痴痴的外送员小兵房间。只有到后面整只都马上屁股有办法翘起。谁找的、啊？有些照片是我完全没有放在公版，你怎么把它找出来？是私人脸书才有的、啊，然后这个也是，那太丑了吧？贴我房间好。你说贴这张吗？你是肥肥的，不能动，还要拿去拜公嘛？到底谁会连浴室都贴满照片嘛？估计是拿来辟邪用。非常粉色系，哎呀，就是我的房间啦。毕竟你每天你的大便都是粉红色的，嗯哼。摄影师很专心的盯着我的手机部前的主角阿平。全部完的小知道你只好。为了这是 MV 拍摄所做的痴痴的房间，但也太粉色系了，很不像我平常的风格。我很自恋，为什么要放自己的照片在自己的床头？这会吓到人家吗？这个不行吧？这能播吗？除了就是阿田之外，我把他的来宾都请来了。Hey, yeah. 然后萝卜小龟，这房间好梦幻哦！你们会喜欢这种冷色系的房间吗？我没有办法，太少女。本来是这样，然后说什么要致敬，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好看，变得冷淡。哎呀，没想到小龟喜欢小戴内裤就出现了，好好笑，会穿配内裤是假面超人吗？你蛋蛋会掉出来吗？他等我去，好麻雪啦，好可惜啊！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就帮他要了。他是我老公，他很强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套在手上，你套不住，套不住、啊，太粗吗？这边特定的地方可以啊。不可能，你到底讲什么？他叫偶包，没有偶包，我在抓他的 tempo。4个小时哎、欸！啊，你体力这么好看！好帅，这个好帅哦！欢迎收看本集的灵异事件。在家里面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灵异的事情，你有吗？是的，像我们今天来宾长得就已经非常灵异了。如果说很灵异的朋友，同时有四个呢？灵异事。好烂啊！介绍一下冰冰今天的穿搭，有点疯狂冒客的感觉，而且是一个超级混搭，什么颜色都有。因为我也今天也是混搭风，可以啊，这个太混了吧？阿嬷今天来买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菜哥，那你是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对啊，那这边整个场景非常漂亮，刚刚偷听到一天要好几千块哦，道具都是实景，我们在落泪，应该全平台都会上吧 ，Spotify、Color、KK Bar 什么的，大家要去下载一下，全部都自己一手包的饮料。蔡哥这脸好帅，真的假的？又高，你这胡子真的假的？假的假的，因为他一开始掉饭是不是？刚拍的时候有吃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特意把它吐出来。我知道你那个搭得很帅，跟蔡哥感觉完全是不一样。对，蔡哥那个太生疏了。是服务系的，都会帮他涂。怪不得看到阿姐吃到排卵。才俊猫展荣应该是里面最正常的角色吧？而且他说他不要拿内裤，会不会是因为不是我内裤的关系？刚刚有人是拿内裤起来的，所以你刚刚那样转，他自己突然间扶起来转，我吓一跳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阿杰还被内裤打到，突然有个内裤打到他。这里内裤比较魔幻一点。刚刚那个内裤黑色，我刚刚那一条是有沙粒、有颗粒的渣。然后他可能就是去海边游泳。所以你们今天是用原味的？反正不是我的啦。白痴公主的单曲竟然没有用白痴公主的内裤。那如果说是我原味内裤，你 OK 哦？就 OK 啊。没什么装扮。Oh my love， 像兔子的一只兔子。我跟展龙啊，早就有那一腿了。他说啊，我这个太孙生了，没有什么兔子的元素啊。
现场驳回。有兔子元素吗？还是要加什么特别东西？这个嘞，这跟兔子有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天哪，你脸这么小哦，眼镜它超不合你的。有兔子吗？兔子军团啊，防弹男孩啊，大不黑大不黑，我们来证明。随时做好最轻的准备。哦，好，没有美感，是伪笑。在干嘛呢？不可以了。然后在粉狗。好，就可以，就可以啊啊啊啊！第二次的白金，拿去拿去。把内裤穿回去，帮他穿回去。Keep it up， 不要看啊，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他是全能百万版。好了，可以了。那你们有用一些爆红？好湿哦，为什么？耶！杀青呢？好辛苦。那几点了？现在啊，有没有身上？快一点。表定白十点半。那个都是表定而已。你今天拍完有什么感想吗？要说真的吗？点好多。好像突然想要去哪里赚钱。你看我们这个场景多用心，这个阵仗，美术在现场待了一个礼拜，没有回家睡觉。大家都好辛苦，我们的辛苦好像没有算什么。我想说，我只是叫作者，然后对理发店工作人员，他们没有时间吃饭。是最不一样的，就是荷包的部分。你讲到痛处，我觉得主要是我们有一个里程碑，然后大家一起投入这种感觉。它其实是一个很妙的组合，你看大家都来帮我们演出，然后我们又莫名其妙生了一首歌。好像我们那时候前期在为了这个东西写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方向，到最后弄出了一个东西，一个惊喜。当初在写歌的时候也没有想到 MV 的内容会是这个。对，谢谢大家愿意收看这一次的花絮。那 MV 正片的部分还好啦，两三分钟而已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去看看。如果喜欢小便影片，记得看个十遍。订阅并按赞、分享、追踪、IG、底下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还会有第二首歌吗？会啦，已经在做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有机会在 KTV 可以点到我们的歌吗？我希望是有。好，希望我们在许愿去 KTV， 用《白痴公主》这首歌，没穿内裤来做暖场。这个感觉在 KTV 就会超嗨、啊。穿内裤，来，把内裤拿出来。嗯哼。三首先的话就是，你可以看到的是，这个是万家香的味淋，万家香的拉丸那一套靠杯啊，就是那个正正秒。然后我就是要加，然后你知道什么味淋没办法加进去吗？因为就是他你要帮我打开，然后他把那个菜嘛全部把它丢进去，可是我不是那么简单。最后呢就是可以加一点沙茶，就可以拿来提味的。沙茶没有东西啊，要花野菜，花野菜吃出来了。火锅就是这么简单，那只要你看那么多东西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聪明哦，懂吗？然后做一点。